大家好，我是一号模范生候选人黄韵珍。我擅长的科目是英文，曾经还代表公馆国小参加过语文竞赛。我也乐于为学校同学服务，像同学有困难时，我都会尽我的能力为他们解决。另外，我还担任了旗手。同一号，大家请在3月10号当天将你们神圣的一票投给一号模范生候选人黄韵珍，谢谢大家。